时空旅人出现，带领着我们穿越到未来的世界。未来的台南不仅保留了历史的韵味，更增添了科技的奇幻色彩，让我们置身于一个未来的科技国度。未来的台南市，科技力展现无疑，以智慧城市建设为目标，处处彰显着创新的力量。是悠久的古迹，经过了先进技术的修复以及保护，焕发出了新的光彩。感受历史的变迁以及科技的魅力，结合传统以及未来，台南市成为科技新都，展示着惊人的科技力量以及无限的可能性。各位现场的朋友，把你的双手借给我们，大家一起来。透过力与美的展现，融合传统文化底蕴与未来科技，将创造出新形态的人文智慧城市。台南市百以增盛传统、开创当代、展望未来为核心价值。未来台南将融合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与前革科技，展现出独一无二的城市风貌。第64届全国科展在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中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，深具意义，积极的行动宣告台南市的用心和决心，期盼发展大自然共生，并以人为尺度创造智慧城市。台南是文化之都、美食之都，也是科技之都，推动科学普及化，也大力推动科技，打造出一个融合人文底蕴和现代科技的新智慧城市。台南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典范。双手借给我们好吗？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精彩的